咱六家乡亲士大用上届欢喜热情的欢声，邀请我们的市长。六甲区公所7月23日举办111年模范父亲含着选结婚的表扬，公所呢是特别安排着子女陪着爸爸含着选结婚的爸母做伙来行红地毯入场，每个市长也特别来到这送上满满的祝福。非常感谢大家对这个模范父亲的重视，阿妈对咱六甲建设的争取，这点非常非常感谢市长，也要代表所有的市民朋友，甲大家感谢，也要祝福今仔日活动圆满，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谢大家，谢谢。在活动现场，咱来看到小朋友代表着六家乡亲送上六家的贺贺花和黄伟特市长，感谢伊对着六家建设的支持。我们代表人正心跟感恩的心，感恩新六甲快乐新出发。那我们也是不是现场所有好朋友，把我们心握住掌声。同时呢，黄伟特也行到选结婚阿嬷以及模范父亲的座位头前，一一来甲因恭喜，并且翕相做纪念。这是我们现在市长呢，跟着我们的这个，因为呢，结婚60年嘛，这个钻石都非常的不容易哦。那我们呢，市长也要祝福我们这个模范父亲哦，感谢你们哦。一间层层撑起了这个家，非常的辛苦。我就最后嘛讲，这几天因为疫情，人甲人之间的关系有较疏远去。伊来强调讲，对着家人的爱，应该爱大声来讲出来。伊也肯定着六家公所用在地火花来送予接受表扬的人。